车请往车厢中部走，请勿在车厢内吸烟、进食、躺卧、喧哗及外放电子设备时地。下一站华楼山路，可去往孝南山公园。请往车厢中部走，请站稳扶好，为老人、孕妇等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下一站枣山路，可去往李沧区行政审批服务大厅，请到第58中学。下车时
地铁，畅达幸福。上车请往车厢中部走，下一站李村，可换乘三号线，可去往青岛眼科医院北部院区、青岛市第八眼科医院峰山路北部、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李村大门。The next station is Li Tun, where you can transfer to line 3.欢迎再次乘坐青岛地铁。The train has now